然后第二个问题，马来西亚莲花礼金水供养过的水果，参与没供养过的水果，搅成果汁，能否再次供养？供养过的水果跟没有供养过的水果，把它合起来搅成果汁，可以不可以再次的供养？那么麻烦干什么？供养过的你要搅成水果汁，你就自己喝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供养过的水果，你搅成果汁当然可以供养啊。你为什么要混在一起呢？那莫名其妙嘛，你这个问题，你自己找麻烦吗？像失忆症的供养过的水果，他已经忘掉了，忘掉有没有供养。那你要用果汁供养，你就用果汁供养；你要用水果供养，你就水果供养，分开来供。但供养过的水果当然不能再供养啊！难道你吃过的，你也拿来供养吗？供养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个问题而已哦。供养过的水果跟没有供养过的水果搅成果汁，能否再次供养？好啦，我问你，别人吃过的水果，你要不要再吃？这个还要问？